发现了会怎么办？一起看我跟我一起不会被发现吧，戴耳机看。我爸妈应该会说你给我注意一点，我被发现过。那你怎么处理的？就很尴尬啊，我爸妈都懂的。会比较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再一次面对他。伤了的我的心怎去面对，应该装作不会说的样子吧，不认了。提前教育呗，实话实说呗，立马关电脑。把电脑关的，就说我点错了，告诉他我在做研究。淡定的继续看。那你觉得被父母看到会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地方啥都软件突然跳出来，跳了个你名字老板哈。该被和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。小电影被别人发现了以后怎么办？把我们俩脸都打马赛克了。一起看吧。对，那就开个玩笑，要不要一起看啊？一起来啊，要一块看吗？一起看，大家一起看，大家一起看嘛，大家共同分享吗？哎，你有资源吗？没有种子，看到就看到呗，我是个很随便的人，随便的人。异性哎，我干啊，异性，我带他看过，一般他聊。那你怎么汲取知识呢？不用汲取，没有教养就会，没有教养就会。重新一起看啊，那一起看了。我那个天，一起。异性呢？呼噜，一起看啊，一起看，那一起看哦。讨论要一起看、啊。不会减肥皂吗？哎，减肥皂这个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沐浴乳。看更多羞话题，关注下发五节操采访下个话题是带。套还是不带，套舒服。